俄罗斯、越南、日本的阅兵和中国阅兵气势对比，中国军人霸气震撼。世界各国的阅兵仪式让人们目睹了不同国家军队的雄伟气势，而中国军队的阅兵庆典每一次都会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。我国的阅兵式展现了强大的军事力量，纵观整个阅兵场面，中国军人所展现出的纪律性和战备状态令人印象深刻。他们排列整齐，步伐一致，展现出强大的组织能力和纪律性。相比之下，其他国家的阅兵各有特点，展现了不一样的民族气势和国家形象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。第二个是越南，
第三个是日本。第四个是中国。
大家看完这个视频之后，对各国的阅兵文化有什么不同看法呢？在国际舞台上，不同国家的军事力量展示了各自的实力和军事现代化水平。中国军队通过阅兵向世界展示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现代化的军事装备，以此展现出大国地位，更是震慑那些别有用心的国家，让我们祝愿祖国更加繁荣昌盛。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，我们下期再见。